如果你准备好了，再来点尖叫声。都是人，等下海报那边尽量接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我没丢啊！我都没丢啊！左边的朋友，啊，爽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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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像是在坐一架飞车，有晕了，我还以为我是中磊哥。沙发的我必须休息一会儿，好吧，我就在这，你们也拿我没辙。Oh come on， 别那个累，我的压力很高的累，我很想睡，你走开啦，干脆带我家玩玩吧。人数多人数，还是这沙包给你住，我说好酷，再一住，大多数的人不住。怎么受得了？天气就开不出来，你该吃。
天气慢慢变凉了，是啊，九一非常贴心的呢，是我们的毛帽，毛帽，哎嗨嗨，准备了我们的毛帽，是。前面的朋友应该是有下去的意思，应该是比较早来，你们大概几点来的？四点就来了，有人说四点就来了，四点我才刚出发而已，对，先把这顶毛帽，我先把它送下去，我啊亲自，等一下，你先把这顶毛帽
送给男生好了，男生朋友。那等下我亲自走下去啊。那位男生朋友呢，必须把毛毛送给旁边那位女生。对，送给旁边那位女生。